哦，右边买上吧，买上吧，拿衣服。这什么呢？就楼房门嘛。这还挺好，这个啊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过去那种，好像就和手工写的上头没那边儿啥的。啊。这个写的啥？无一家四季平安。啊。下联呢？吉祥地，地方风顺。啊。主题是新春贴福，迎春贴福。啊。你也练会了写吧？写好了一卖。年年好用。哎，这挺好。哎呦，我买春花了。春花儿。买个窗花吧，窗花玻璃上贴上挺好吗？啊，就要这个大的吧，这也不算太大。这门头上院里头啊，这是大门上挂的啊、哦，咱们没有大门，咱们没有那个院，没法挂。他这儿也有这个画儿，我这儿。卖糖葫芦的，这糖葫芦啊，啥都卷的也是五块的，这面呢五块，全都是五块一个，这个五块钱俩、啊，这个十块钱一个，草莓啊，那是草莓的啊，吃啥的？吃瘪的吧，拿一个这个。卖糖葫芦这一天得卖多少串？这两盒都卖完了。嗯。哎呀，卖完不少了啊。买了三十个。没去学校门口卖去。礼拜天放假了。哦，放假了啊。俺家这块丈夫小姐。这每天自己做啊。自己做。这个做不好也粘牙了是吧？可能吗？一次粘牙，下回要卖不能。我做了一次，自己做的粘牙都不能吃。不脆。不脆吗？啊、哦。那你几次不是虚而已。您这做了几年了？哎呀，多少年了吧？多。这夏天就不能做了、哎、啊！夏天不能做了啊！这到四月中旬，那你山楂就不能做了。啥不能做了？没有山楂就不能做了。哦。它靠的是山楂。糖葫芦啊，没有那玩意儿了，你真的专从这个葡萄这个橘子也不行、啊。不行，人们主要还是吃那个山楂。人家让他买的是开外。那您夏天卖啥呢？夏天卖江米糕。哦，春天卖老玉米。相当于春天和冬天是卖这个。对，夏天江米糕，秋天老玉米。卖江米糕卖三个月吧。哎，这就老玉米卖三个月、六个月，再个卖五个半月。啊、哦，反正不歇的是吧？就是不能歇的。啊。我干你是每天不能歇的，夜里边半夜也不能歇的，下活。啊，这晚上回去肯定摘啊。可不，串。啊，串。早上摘，早上摘的，中午卖。谁给你串了？家里边啊，哦，这江米糕也会做啊，会啊，也得自己做啊，我自己做的。老玉米是接人家的去是吧？老玉米是地里拉内蒙的。啊，您内蒙哪儿的？开普斯基的。啊？开普斯基的。啊，宝昌啊，哎呀，宝昌冷了这两天啊。哎。啊，来这儿都多少年了？
来这儿不到这30年了。哎呀，成了张家口人了啊！几块一个？5块。卡贵？卡贵了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说是卖这糖葫芦，一天挣个300-400块钱。啊，两个人了，一个人。哦，两个人可不。那买，那挣300-400块钱不多。啊，就家属在家给做。啊。这中午白天也做了。做了呀，不挣钱了。你卖完再回去取去是不？卖得快。哦。一开始在这儿的。啊。今天晚上做上，今天不是卖完了。啊。今天晚上做了吧。啊。做完以后，早上起来你得攒了，攒出去上午买。啊，早上才攒了。啊。得现攒是吧？现攒现买嘛。买的吧不多了，你中午赶快回家再做到下午3点钟早上赶学校嘛。哦，再赶学校。再赶几个幼儿园，赶几个学校，买个100来串，买500-600块钱。啊。上午买个200-300块钱，挣个300-400块钱一天啊，俩人。好的也挣400-500啊，那可以俩人。那是反正是收来。啊，买房不好挣。啊，就是现在干啥也得辛苦了。那肯定辛苦。不辛苦就能挣了钱。辛苦能挣了钱就算好的啊。哎呀，就是。是吧？这是收的。啊，这主要是挣孩子们的钱啊。哎，就是啊，你这会儿都不差钱，都一个孩子惯的。两个小孩说腰上了腰套上了来买块儿，啊，2块，常卖的15块钱也都要买。夏天卖加米糕也可以啊。嗯，一天也弄30-400块钱。哦，这都看来是都差不多，卖这加米糕。玉米也弄30-400块钱。啊，您这几个这都是赶上这个赶季节了。哎，赶季节。挺好，一过了那个季卖呀，不好卖了，估计就没人吃了。你过季节不行。没人吃了。你一过了那个4月中旬，你再去买糖葫芦那个。就不好买了，就没人吃了。冰糕了，对，开始吃冰糕了。哦，这一开始咋学会的？一开始也做不好啊。你得学了，好像是那个干啥，你得学了，交学费得学了。啊，这交学费跟别人学的。啊，你得学了，不学就学了。哦，交了多少学费学的？2000来块钱说这呀。也要啊。嗯。啊，这个东西也得交那么多学费了。你好像是你不交学费，你个人暂时你不行。我还以为这个琢磨琢磨就能琢磨会。那不是那么好脑子，琢磨琢磨，哪有那么琢磨琢磨就。我那天在家自己做完粘牙的就不行。那能行了你？那糖还流了往下来。不行。就不像您这个脆。必须做好脆香。家伙，你等你买这吧，啊、是吧？这一吃咱牙，下次买不是吗？就是啊，买上给你退了啊！哦，你不要你的了都，咱牙的不行。大哥，你多大岁数了？还60啊！啊，也到啊！哎呀，还能干，还能干20年。那能干20年？干是10年。还能干10年？哎，啊，快60还能干20年，80岁老头了。再干10年没问题啊！没问题啊！不过夏天还好点，这冬天冷的啊。有大衣。你咋不多穿点儿？穿着呢，面馆面。快穿上那大衣吧，这块这么冷。待会儿还要去别村儿，这儿没弄了。啊，还要去别的地儿了。早上那个出来的迟。啊。早上10点来钟。啊。这下午8点回啊。啊，8点就回。那个，那是山药是吧？对。就是那叫啥山药了？麻山药豆子。啊，麻山药豆子，那是5块钱俩。哎。这还穿的还挺全的啊。嗯。你看，还有橘子的，草莓的贵点。嗯。